迄站选择理事长的真侪长辈的长老，讲囡仔，大家想啊无路，你搁吃？我讲唔是我爱吃的，啊选择啊要安怎？啊，大家若拢唔做，啊 YMC 马上就结束。所以我一直祈祷，心情平安。所以我想是讲，不如我坚持。头一项 ，YMC 的负债3000万，3000万，伊即摆看 YMC 的经济无好，一直要缩，啊要怎？伊讲哦，恁算出来，你厝边哦，名单摕来查看卖，甲佮讲。这个就把我的名单送出去，伊两三台讲，西南向 OK， 我甲你说，因为我伫一年内是真相当好。我讲，伊当然伊毋是啦，一年少，伊个白天少。我讲你利息若无要降哦，我先甲你转过去。哦。所以了，就降利息，不但无缩咱的资金，都降利息。OK。啊，无钱啊！你要干唔少好啊？过来拄着问题，遐专业干事，按总干事到遐馆长，遐拢无法度发薪水。哦，这代志大条呢。这专业干事是靠这薪水咧生活的呢。啊，等于一间工厂，薪水若发袂出来，你有哪点咪红卡条呢？啊，传出去了，这间工厂我看你也免想，免想去。所以我伫历史会提出来讲，讲这代志真严重哦，想办法在座的历史拜托无息贷款，你会当提偌济算偌济。我叫干事传一张纸，我随签，大家签，我签了200万出来，无息贷款。我讲哦，歹势，先大家难关度，当时我要借让给，我不知道。但是至少咱来发薪水好啦，因为其中有一罐微胖拢要留了，啊，我就一个想法，这罐这重是微胖拢要出，那表示将真有相信力啊！我遮的人你哪敢掠嘞？对我们现在讲是真好啊，所以我就叫迄个罐丢来，我讲安尼。迄阵迄个总干事偌趣味咧，发一张批出来，互阮遮个李干事啊，钱从哪里来？拍三来问他。啊，你总干事无在了经营，钱从哪里来？你问我，我问四个人。恁咧运作的呢？阮遮是拢义务领袖的。啊，恁咧实际运作的，恁既然甲我拍三来问他，我遐我甲问讲。啊！你想要从哪里来？伊讲伊想要事情。好、oh, ，OK， 我是准的。好、oh, ，我讲我李树辉，我甲你报信的，要事要事。所以我叫这三个馆长来。我讲家属有一天，恁来做总干事，恁对 YMC 的建议，恁有先看，恁先那个通解决。所以三个人拢交出来，其中写上好的就是。这规堂要造一罐，我看看哦，可惜。所以，过来一个位理事会，我就向大家提出挑战。我讲 YMC 到今嘛，人的认知是 Your money come again， 拢是钱。因为过去你就是办迄个补习班、福建班，办了足出名。啊，所以你坐在那边等，人就来。但是呢，即摆五元班、补习班、关系已经无竞争力了，所以莫怪你含薪水发不出来。啊，你去难道还坐在那边等吗？你敢袂当转型？讲上简单，咱转来看 YMC 的宗旨是呾，真清楚，用上帝听宣扬福音。用上帝的名服务社区，服务人类。我讲咱干安尼做，无，咱干那唔干安尼做，咱拢伫一只咧等哦。
所以现在就开始有 outreach 的迄个想法。所以咱一开始按什么开始办？父母成长班。迄阵咱就找小学，啊，边啊，然后有迄个教会上好，因为我上上来我的迄个作用就是讲，边啊，啊到边的教会，边啊办会了，有可能有人会来教会。我来去中平有办，哎呀，等你的时阵，我来主持。我真欢迎大家，而且我做一个简单的调查。这世人，你头头一摆，你来教会，请你举手。敢若两三个无了，90%-90%拢唔捌你来教会呢？是因为办父母成长班入来。所以当然，咱主火师行乐，不要从这人考虑去办一个读书会，继续安尼做。好，这是后来。啊，迄阵我的理念是想讲，成长班，啊，你三个月一期12节，啊，你先交1000块，吼、哦。但是我鼓励你专勤，你若专勤1000块现金，啊，你是不是你若专勤，你就免钱啊？所以，我也我如果做兵兵，差不多60%的缺席，当然咧袂使领着。有40%前去，伊嘛无领着，啊是安怎？因为阮到底咧结业事业上，我来去甲问。您感觉这12节对您来讲，因为咱的迄个内容真丰富，吼、哦，有亲子关系，有理财，有迄个健康，有啥物？我啊，你感觉在办的这课程对您来讲真好。我啊，你敢知影这是头前有人？出钱，互恁享受。啊，恁若感觉真好，恁是毋是愿意同款帮助后一代？哦，啊，迄阵我着用迄个机会来讲，恁若会当加入我去永久会，20000块，哎、欸，差不多10%人会加入，佮1000块佮无影的，佮摕20000块加入做咱的永久会员。啊，阮就从这个人，但做起来做，迄个志工啊，很厉害，做训练。咱到尾办五年久，台湾同时咧开课，拢总有差不多30间啊吼。啊，30间啊，阮今仔有遐侪人无，就是利用这个啊，很厉害，咱所训练的这个时间，继续来服务者。然后，咱把这个计划写一个，市政府请伊，市政府就讲哦，哎，你阮公司个办得真好啊！我无见恁市政府无啦，我替你办，名互你挂，市政府主办 ，YMCA 协办，名拢互你，但是钱也互我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案，阮就开始训练人专门写这款个个案。伊也提升有社会中签字，啊，有当时还是迄个体育师，有做无同款的活动，啊，阮就训练这款专栏，写这款计划，开始也提升有领钱。所以咱无了钱，提升有会补助，啊，当然伊补助是真济，但是咱透过迄60%的1000块，去透过加入咱的迄个永久会员。哎，阮是会开始会点动啊，所以恁即马伫台中到处都看到社区大学，有吼？这个社区大学，台湾全省第一间办的就是台中 YMCA， 咱头一个办，这是一个 movement， 这是一个运动，咱拢做即款运动的工作，了，大家来参与。专程拢派人来台中受训，看恁的社区大学是安怎办。啊，咱的社区大学前身就是父母成长班。按这5年来，按我的手，转我的囡仔出去，尾仔统计差不多14000多啦，受过这款课，5年来相当多呢。所以咱要成立迄个社区大学，
足自然就起来了。啊，中部咱才有足侪足优秀的教授人才，因拢足支持。哦，包括财经方面，包括东海，包括中兴、中国，一寡迄个中山，反正相关的这些教授足支持。所以我也是的，顶礼拜现任的理事长，讲一句话，我感谢上帝，无让你舞蹈。结果，咱伫去年，我也是有史以来盈余上侪钱，咱有提10%起来，互因做年底奖金。除了原来奖金以外，红利。从来唔会，这人是上帝特别的疼。这个事工哪有可能？人无咧乱搞，凡事有上帝，一样伫遐咧运作，对。